先生，我们一起买菜吧，好吗？好吧，关上了啊。OK， 我们一起买菜去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我们一会儿到菜市场去买点新鲜的蔬菜。一起去吧。这是德文。来，哥，两个，等会儿，两个。哦，新鲜的红薯叶。好，来一把 ，OK， 就这一把吧 ，OK。要一个鸡蛋啊，这是多少钱？23块。23块。1板。一板。OK， 23块。新鲜的芒果，这个小宝贝睡得好可爱啊！睡。然后再铺上面粉，铺上菜叶，然后给这里边加一点水，这么多气瓶就够用了。OK， 放下。啊，可以喝点东西等他了。好嘞。这也就是说，同样的咖啡豆，不同的咖啡师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另外，这样压的，就是粉锤，这是粉锤，粉锤压的，重或者轻，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，它会影响这些。先生，牛奶，这个奶不断的被打发，这个过程非常的美好，你能看见牛奶的变化，对，一点一点的变化，收到了，对。因为我们要感受咖啡的这个适口性，如果太高的话，喝是会烫嘴的。眼光好不好？写一个眼光 ，OK 了。等饭熟，好吧，一起等饭熟。熟了，看一下，我够，太赞了。And who buy fire? Who buy water?来调点汁儿吧，辣椒粉，番茄酱要多放哦。现在我们把蒸好的蔬菜拿出来，别的很重要。这个蔬菜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先吃来尝尝吧。入口即化。
回答说啊，这个菜和面粉在一起蒸的这种感觉啊，第一呢，我们能满足这个维生素，第二能满足碳水的一个需要，而且我用的这个面粉是粗粮，是那个绿豆豆类和黄豆，这是我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。我是阿汤，我们只贩卖浪漫与美好记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